你是快到了吗？没有，我这边处理了点情况。怎么了？杨柳一直发高烧，到现在也没有退烧，已经有几个小时了。你不是在公司吗？啊，对不起，我本来是不想让你多想的，可是现在杨柳一直高烧不退。 他又不肯去医院，我担心他有什么危险。你一直是跟杨柳在一块儿？下午的时候我陪他去了一趟公墓，我本来想很快就会结束的，不会耽误事儿，没想到出现这种状况。